那今天晚上领你去蹭饭吧，来吧，好吧，去一下，去一下，去去啊哈，好。我这鸡毛掸的头型，哎呦我的妈！鸡毛掸，鸡毛掸，这都四轮啊！来吧，你今天穿的跟大葱一样，你个头型像葱叶一样。好，我们去蹭饭，上棚来，开心吗？你们上棚来的话，应该知道我们去哪里蹭吧？三十公里吗？找你姐姐去蹭饭啊，你来吧。我蹭不来，来一会儿待不住了。东云这个，我们去蹭饭之前顺便来趟快递。东云这个一定把这个怪。我们的这个什么，每次都放在这儿，他们在这儿给我们干。你要不怪，打包打包什么的，打单子。哎呀，突然就来大雨了。哎，这一阵停了，这就完了。走走走。就得伤我吗？没伤你，没伤你，伤不到你吧？你这个饭店，你吃一顿少一顿了，吃一顿少一顿了啊。他这个饭店计划这个月的20号宣布倒闭，有可能。咱不知道他怎么计划的。什么计划现在？啊？什么计划？这个饭店？忙完忘记了都管。啊。20号就完了呗。啊，对对对，今天几天？他家的饺子好，上回给我弄的，他弄给杨孩子吃的，就让我都吃。他那会儿太小，他不吃的。你今天吃不吃这个饺子，杨哥？啊，这个饺子，你看，你看这个饺子，你吃不吃？你去看看。哎呦，怎么的？这得往我身上扣，你去玩一会儿吧。啊？这个螃蟹的个头真大，铁铁们，这个螃蟹的名字叫赤甲虫啊，它最大，就是这种个头已经是这种螃蟹的极限了啊！你逮不逮？逮。逮呀！好嘞，我给你弄一块啊。嘿嘿嘿。去干个杯啊！哎，好嘞。走，好，干杯。好宝贝儿，喝吧。那。好吃吧？把这个再扒一下呢。啊。愿意来，这不能带太多的，这玩意儿不行。羊肉的串儿，真大呀！哎，哇！最后结束再带一个面条吧。哎呀，哎呦我！好不好带？好带。好带啊！好带，随便带吧。哎呀。看看我什么样，还会用筷子呢。你看，要不继续了。好的。嗯，上还真乐带这个面呢。不上不厉害吧？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还会抖动筷子，看不看呀？哈哈哈哈哈。欢迎弟弟，欢迎欢迎。啊，这给我吧，这给我，就你逮饭吧，你不用管我，逮你了啊。哎呦，嘿嘿嘿，你看这么大点不用拍啊。啊，这确实好啊。我们来了海边了，过来看看有没有比基尼。要了。要不要洗游个泳，杨大哥？啊？要不要游个泳？走，下来自个儿跑来。啊，走！大海呀，全是水，骏马它四条腿。咱们看看咱这儿那个海边，兄弟们。然后这边整烧烤的，整烧烤的，卖什么东西的都有哈，真好啊！杨大哥，这里特别行，杨大哥，啊，特别可以。买了一个光剑。对，那光剑。哎呀，走，给他拿开，拿下来。怎么不会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脚里边、鞋里边进沙子，不会走了。啊，走啊，没有字儿啊。哎呀，来走，来，两个拿着。啊、两个啊。啊，好，走。让杨三狗接触一下海水，头一次，从来没有接触过。很遗憾，没有比基尼这个。
弄害我，弄害我。走吧，走吧。走啊！不敢动，不敢动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不过爷爷是从我爸教我的。不敢动，根本不敢动。走走，下来玩。啊，杨帆给我第一次接触海水呀、啊，第一次。没事没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，哭了，害怕。害怕害怕，这个完蛋玩意儿啊，吓得直哭啊，非得叫豹子，不敢下，你看，跟受惊的小猴一样。球啊球球啊，啊要球啊，那给你弄个球的，你看见球了，哎呀，你要这个球吗？要不要？要。要啊，要给你买一个。磨合了二十来分钟啊，终于赶了，终于赶下去了，但是还不是太那啥。满载而归呀、啊，这小娃。走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好，兄弟们，我跟峰哥过来吃饭，我让你们看看我们当地的面条多少钱一碗啊，这小娃。来，看吧看的。这个价格可以吧？我要的那个海蛎子面，我要个小碗，一会儿给你们看看什么状态啊。就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吃着了，一直吃到现在，价格几乎没怎么变动。松哥吃个骨汤，不用像他年冲。来看看我四块钱的面条，怎么样？海鲜卤，可鲜了。松哥这个是几块？五块。啊，松哥这个是五块。我们这个放两个鸡蛋，这是骨头上拆下来那个肉，像豆皮儿，总共32来块钱，37块钱。这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可以哈，弟弟们。对，价格也搞不好。四块钱，看着我怎么样？穷了不活了，10块钱三斤，买不？超市现在这个物价，最近怎么了？这是啊，黑球哥。还有活着呢，你看这个还活着，哎，还能抢救一下不能？怎么不动了？哎，啊，动了，你看，个头不大啊，10块钱3斤可以了，都送回家，赶紧给嘎嘎整成。我记得我刚回来那会儿，天天吐槽我们潮水镇这个物价呀，这么看来这个物价这么挺好哈，这什么？所以搁村里生活呀。搁村里生活，这个生活成本还是比城里要低许多，真好啊！就是不挣钱，要再多挣点钱就好了。嘿嘿。这是我奶奶，怎么又在这叫唤什么玩意儿？我这拿着这个跟他爸的，这不一样，他是正着点，这手牌子，没啥牌。你看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把你冰棍给我咬一口，给我咬一口，好嘞，真好嘞，啊，10块钱3斤啊，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，丹姐领着他俩在下直播，我跟松哥俺俩上冷库继续干活。走，特别好吃。上冷库去干活，回来找件厚衣服。你在这干啥呢？你在这啊？啊？行，我去成都的时候给他烧的兔头，可愿意吃了。这个熊样，我走了，跟我拜拜。拜拜，再见。马上我等你了。外边的气温30多度，这冷库里边基本上零度往下了。我跟阿松俺俩来干活来，开始喽！来吧，你不把衣裳穿上吗？这个得穿，真冷啊！哎呦，这温度！这里放的全是咱家的货呀，来，快整吧！你看看啊，然后在这里边打冷3天，完了挑出去晾2天。然后才能发快递，
因为直接发大伙儿收到以后啊，这个玩意儿你在家放20天他都吃不了。嗯，所以我们这一番操作你们收到放个2-3天就行了，就可以吃了啊。变黄才能吃这个梨啊，跟香蕉还有芒果的原理是一样的。这个今年我们特意做的这种淡黄色的网套，正常的网套颜色比这要深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特意昨天去网套厂做了这种颜色的网套，就是套这个梨的啊，回去这个梨变成这个网套颜色可以吃了啊，当成一个参照物。哎呀，多细心的杨二狗啊！嘿嘿嘿嘿嘿，要峰哥过来测一下这个果芯的温度啊。专业吧，这个能到差不多30-40秒，不行啊，这个温度没有到了我们的要求啊，3度到不了，现在4度，还得打一天，这个冷还得打一天，今天还往出调不了，这个果芯的温度要降到0-2度之间我们就可以往外挑了，现在是4度还不行，还要继续打，不行啊，最早放的这个果芯温度也没降下来，我们发货的日期还在往后推啊，还要继续打，走，撤退，走了，打到回府，回公司。今天出点小意外呀，预售整不了了，要不放假3天回来陪嘎嘎玩3天得了个屁的，好，这么定了。